好，冇聲啦，唉，今日時教下點樣大波嘅一啲，即係當你控球在腳，你除咗傳波、射波，仲有啲咩可以做咧？係咪先？我有咩好嘢啊？睇下，係啦，嚟波啦，嚟波啊！咁大波咧？大波可以時候用的操作有幾款嘅 ，L1、L2 啊 ，R1、R2 啊，係咪先 ？L1，L1 咧就是、你望住個你嘅敵人嘅，即係咁嘅，唔係真係望住個敵人，然後咧就可以咧有啲褪波嘅，見到啊個波碌下碌下嘅，咁咧就可以叫人過嚟。叫人過嚟，即是咁褪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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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褪，碌下個波嗱，見到啊，碌嚟碌去，碌嚟碌去。而家好肯定，好啦，呢個就 L1 嘅用法。L1 咧係望住你嘅對手嘅，見到啊，望住你對手嘅，見到咧，而家大波係會扣血嘅，咩？但係大波會冇氣嘅。做咩啫？俾人攞到波啊！投票啊！唔見你喺度講，真係廢嘅。唔緊要，唔重要嘅賽果，試嘅啫。咁啊 ，L 二就係 L 一就比盤球好啲嘅球先會做到，因為差啲球咧唔係好靈活咧。唔係咁好，冇咁靈活就做得冇咁好嘅。矮啲嗰啲咧，好快嘅嗰啲做得。嗱，頓啲嘅見到咧，用 L 一好頓，快少少。頭先你見到我示範嗰陣時，嗰啲人好快嘅做得。咁高嗰啲球員咧，冇碌得咁快。即係後衞咧。碌得大嚿啲嘅，龍門咧，阿龍門唔喐添，唔緊要嘅，唔知點解嘅，大家明我意思嘅啦，係咪先？阿壓迫太勁啦，咁啊，我而家教 L 二嘅普通踢波，咁咧佢就頭先 L 一係。面向敵人，而家 L 二就背向敵人嘅，咁用個大嚿佬嚟試試佢啦。見到啊，牙鬼住你。但係咧，我認為呢個同一啲嘅控球或者盤球屬性係有關嘅，因為見到呢個咁嘅後衞明明咁大份咧，係更加容易俾人逼一個波嘅，咁所以大份都冇乜用嘅。雙應該有關啦，咁但係你。你控球太差，盤球太差咧，都係廢嘅。我翻個波先，哇！而家俾人明買明買，唉，唔好理啦，呢啲唔重要。我想講，但係佢普踢特波喺個組織攻勢嘅用途，慢慢組織先，慢慢拆散啲人，因為佢會逼搶我哋啲中場。我哋慢慢拆波，拆到啲中場。人哋啲中場逼我哋啲中場咧，咁我哋先可以組織嘅。哎呀，點解咁難？要教學嘅時候嘅咁廢嗰啲人，鏟死你先！真係。哎，攞翻個波先。我失第四球啦！唉，真係不知所為啊！想教都教唔到 ，protect 特波啊！我想猜水先教到普踢特波噶嘛，一整人甩普踢特波，嗱呢个够大只啦，见到拱开人嘅，咁咧你可能啲前后左右啲人会嚟帮手啊嘛，咁咧当时候一到咧，咁你就可以交波俾人啦，呢啲嘅支点，之前啲片都讲过支点啊，普踢特波见到啊，几条友我都唔惊你啊。Protect the ball， protect the ball。咧 ，protect the ball 嘅時候可以喐嘅。
嗱，背向嘅 ，protect 到波可以喐噶，唔系就系企喺度噶，企都得啦，见啦，系咯，喐嘅，知识嘅微嘅移动嘅可以有。咁到第三招就系 R1 啦 ，R1 你平时足球都见过啲助跑嘅动作嚟嘅，停揿带波想停低，揿 L1 停低。按實 R1 就會喺度有啲假腳咁樣嘅假腳。我覺得佢哋好似咁咪實用性咧，實用性係零嘅。即係我覺得咁其實我咁樣同咁人冇分別嘅，因為你對真人嚟講其實係只係假動作嚟噶嘛。喂，依個係 Jonathan David 嚟嘅，鬼勁嘅樣。即係。中曬你全部係先，唉，不過唔好講。推一推波助跑，然後傳波，即係依個就係 R1 假腳就係唔喐啦。但係如果 R1 撳實 R1 咧，再撳一啲嘅動作，撳 right stick 咧，佢就好似推波，見到有個助跑嘅動作，推波跟住係好似。很 realistic 的是模擬回現實會做的動作，但其實我是不需要這樣都傳到波的嘛，是不是那力是一樣的嘛，明買明賣助助跑是提高個助跑的空間，但除此之外呢，即剛才我說這招都是沒什麼用，但其實這招並不是那麼廢的。我剛才說的 L1 呢是不斷退波，但 R1 也有類似的用途的，先看看行不行，哎呀，這個就是 fake 釘膠的球，電腦都懂做的，這個好 R1 現在 L 剛才這個是停波L1 停波，停波 R1 咧，撳實就喺度 fit 啦。R1加依個 left stick 左邊蘑菇咧，就可以做可以咧，將個波換位嘅。如果係 R1加 right stick 就係助跑 ，R1加 left stick 就可以撩個波去左邊或者右邊。逼走啲人可以，再一個外腳背傳中嘅一個短傳嘅傳中，咁啊，今日教咗好冇組織咁樣教咗三樣嘢啦，就係咧保護皮球，就一個波 roll 啦，唔係波 roll 啫，即係。一啲移動嘅波 roll 啦，第三樣咧就係助跑啦，同埋轉向啦個波。阿龍門都唔識做，龍門啲技術太差咧，唔識做。有幾種啊啦，誒嗱，依個唔嗱 L 一咧就係咁褪嘅 ，R 一咧撳一下，褪一下 ，R 一加 left stick，R 一加 left stick 係咁樣嘅。望實你。去拉翻去大位，拉翻去大位。一個 full ball， 射我最中意近處就得嘅，好簡單。我個 frame Wallace 就係遠處之王，我係中意射翻近處。
但是呢句好像是完全，不过不紧要啦。呢个是中间位置的射门，好少，好难分到你远远。通常啲内切嗰个分到近处同远处，近处是很易射的，瞄大概瞄到龙门同嗰个嗰条柱嘅嗰个位置就 OK 嘅。好強啊 ！Stalking power， 你大波要 fit 呢啲技術，打電腦有少少用，但係對真人咧反而會更加有用，因為電腦佢嘅判斷究竟係睇到嗰個場上嘅動態做出反應啊，定係佢係知道個 user 撳咩掣咧？呢個我唔知道。但你跟真人玩，你一定知道他是看著你做什麼，他又有 reaction 的，所以你很多東西可以 fit 過一些玩家。不追了，免得追了。好，那你要不停地變速的，這些很慢，再加啲波 roll 加速，加速近處之神，呢啲咪近處咯，幾容易。你近處 unexpected 啊嘛，以為遠處多啲位個龍門風近處，但係其實就唔係嘅，真係個近處真係話入就入噶啦，真係。抽上去，咁都系你个球员嘅射门要好啦。如果唔系射啲网顶咧，飞咗上去唔见咗啦个波。但系我仲有一样嘢未讲嘅，就是、奔跑啦，系奔跑冇乜用。奔跑係有陣時 enjoy 一下啦，呢個就係撳攞到個波有機會推你就 out to 咁樣推，咁但係咧一推就甩，好易甩噶啦。近處之神又入越位啊呢、這個，一下唔夠 out to 咩時候就有空位咯，有空位用咯。但係當你其實見到你知道有條友係。打斜咁樣同你對沖嘅，咁其實係唔需要跑嘅，唔需要跑嘅，冇意思啊！鏟你冇犯規，因為個波出咗界先，我先鏟你，因為唔會犯規嘅。一個頭槌長傳。有空位啊！一個 out to 保護皮球失敗，太細只啊！啲人咧太細粒，冇乜用啊！大翻三個波，翻滑，保護皮球，保護皮球，拖到一陣嘅就係保護皮球。你啲冇乜身位咧，拖一拖就拖。即拖到一兩個 action 嘅啫，一至兩秒咯，可能係。好。今場波就唔會贏到噶啦。呢個唔靈喎，係嚇，即係。我想那個都是情緒的，但後來呢就跟著那個就變成老婆了，跟著那個就變成老婆了。哇，又有小孩了。哇，好矛啊，邦比又入了，點射近處，真係，我話好易入啊！
除非個籠好頂級啦，好易入啊！即係基本上。佢嗰個封阻嗰個屬性唔係 Kuto 啊、迪基亞嗰啲、Alisson 嗰啲、Edison 啊嗰啲咧，都冇乜用啊！啲擋唔到嘅。不停啊！橫傳橫傳，好似曼聯嗰啲橫傳啊，突破唔到人嗰啲啊！哎呀嚇！依腳就麻麻地啦，依腳。我唔中意中 X， 見到咧打斜嗰啲就掂啲。哇咧幾狗黃牌啊！啲角球啦，唔係類似角球嘅東西啦。冇嘢嘅，我諗應該就嚟抽天嘅。呀！追到5-4喎 ，OK 喎。OK， 功力唔錯，狀態幾好喎，可以玩到一兩場波。唔錯啊，咁啊教咗幾樣嘢啦。有嗰啲面啊。That's it. Bye. 我有。